如今文艺界反串正在流行，那娱乐要变花样，反串呢就是最常见最有效的一种方法，但是反串的好的并不多，原因很简单嘛，业有专攻，技有专长。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反串呢？我想啊，能够给电视机前的您在茶余饭后送去更多的欢笑，这就是演员们最大的心愿了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就为您全盘搜索经典的反串的表演节目，点击央视国际收看中国文艺。反串原本是京剧戏班的传统说法，指的是演员临时扮演自己行当以外的角色。如今反串的定义更加宽泛，将各行演员在本行之外的才艺展示统称为反串。这不仅突破了传统反串表演的程式和范围，更增强了反串的可观赏性。本期节目将为您奉上一台别开生面的反串表演。有啥苦头？这要苦头得无限精彩，尽在中国文艺。最常见最容易操作的反串形式呢，就是唱歌。那你我关上家门唱歌自然不叫反串，那是兴趣使然。但是舞台上的主持人们，他们一张口那就是万众瞩目，虽然说歌艺一般，但是精神可嘉，所以观众还是挺捧场的。这段删了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，回东边儿向四方，白鸟儿齐飞翔，毛主席呀共产党赋予我们成长，草原上升起部落的太阳，时间与分手接着来，心中浓郁是你却冷漠地走开，漫漫岁月带走欢笑悲哀，今夜见你已经陌生，旧情不在，曾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，远走的你回心转意归来，漫漫岁月带走欢笑悲哀，曾经沧海桑田我已无情爱，心难追，虽然你含着泪我不后悔，
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去的流水啊。情难追，只剩午夜梦回，无人相对，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去的流水。一幅幅鲜明的